较冷漠的与我们擦肩而过，那些靠道听途说对我们不甚了解的人，应该亲自来这里看看。有梦想在总决选中照入现实，有汗水在练习室里滴答滚落，有坚持在小剧场里生根发芽，有羁绊在握手会中悄悄流动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站上大舞台的背后是数千次在小剧场的旋转跳跃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在享受全场的灯海前也曾经忍受过大闪的零星凉落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红火发动的call声并不曾是每个人的专属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他们也曾经历过悄悄数观众人数后的失望和落寞。很多人只有一种对我们的定义，他们定义着偶像本该怎样，可我们的存在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偶像不止这样。许多的女孩在来到这里前，可能只因心中跳动的一团火焰，她们大多不是一眼就能被记住的天选，可每个人都怀揣着憧憬与勇敢。在这里，偶像与粉丝之间建立的不只是崇拜、仰望，还有喜爱，更多的是理解、包容与陪伴。正是这些少女偶像的努力，给更多人提供了理解偶像意义的可能。偶像可以歌舞全能，每次演出都熠熠发光，偶像可以逆境奋起，证明苦心不负的模样，偶像可以插科打诨，用幽默传递快乐能量，偶像可以耿直无畏，迎着争议去乘风破浪。那些原来沉默的少女，因为口袋四八的存在可以不再沉默，那些原来普通的少女，因为舞台的call声可以不再普通，那些原本退缩的少女，因为有你们的助推可以不再退缩。来 SH48 Group 体验吧，去了解，去感受，去交流，去沉入，看平凡的女孩如何惊艳全场，看静默坚持者如何向阳生长，看真挚的团魂如何驱散孤独，看 Nobody Cares 如何逆风翱翔。向所有还在这里追梦的偶像们说一句，你所坚持的必将抵达远方。向所有还在陪伴他们的粉丝们说一句，你所陪伴的必将终有回响。想告诉那些擦肩驻足与观望，不要让别人的评判构成遮蔽的幻想。或许有那么一种可能，每条涓涓细流都值得你流连珍藏，所有的岁月悠长都会是造梦者的倔强，所有黑夜的彷徨都将是破晓前的曙光。请接受这里对偶像定义的创造，请看到和妹八年如一日的炙热，请见证此刻正鲜活璀璨的青春。如果非要对 SH48 Group 的未来有个祝福，加油 Only Gay， 这里的感动绝无仅有，我们的创造，我们的炙热，我们的青春必将光芒万丈。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现场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 的戴萌，也是今天速报发表的主持人，掌声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入团八年了，参加过六届总决选，今年与往年不同，
终于第一次我不是作为一个参与者，而是作为一个见证者，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盛会当中。我相信对于所有的和妹和我们的粉丝来说，总决选都赋予了我们的夏天不同的意义。夏天会迟到，但是它不会不来。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，来吧，一起创造炙热的青春。万众期待的速报结果即将要公布了，既然是速报，那我就速速公布。本次速报投票数据统计区间为6月27日10点至7月12日17点，将公布前58名成员及得票数，还有单周增长榜前7名的成员及其增长票数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赶紧来揭晓吧。哎呀，我自动加上那个音效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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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公布《创造炙热的青春》SH48 Group 第七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速报第33名至第48名的成员名单。哇哦，哇哦！排在第48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0,738票。他是来自 Idols FT 田倩兰，排在第47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0,923票。哦，这位成员我非常熟悉啊，他是来自 BJ48 Team B 秦玉文，排在第46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1,821票。他是我们本部的成员啊，他是来自 SH48 Team N2金银月，排在第45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2,018票。他是来自 SH48 Team X 王飞岩，排在第44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3,097票。他是来自 BJ48Team B 成哥，排在第43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3,247票。他是来自 SH48 Team N2 刘杰，排在第42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3,671票。他是一名vocal 向的成员，他是来自于 SH48 Team X 齐静，排在第41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4,107票。他是来自于 SH48 Team N2 周诗雨，排在第40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4,932票，来自于 GNZ48 Team N3 谢爱玲，排在第39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5,116票。他是来自于 BJ48 Team B 沈小爱。接下来排在第38名的成员的得票数是46,909票，他是来自于 GNZ48 Team Z 王子欣，排在第37名的成员得票数是47,819票，他是来自于哦，又是分团，今年的分团势头非常猛啊。GNZ48 Team G 朱怡欣，排在第36名的成员得票数是48,557票。
哦，这位成员是我们 S 队的成员。S 队未来可期啊，他是来自于 SNH48 Team S2， 有淼，恭喜有淼，排在第35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49198票。他同样也是来自于 SNH48 Team S2， 这位成员是谁呢？他就是刘增艳。接下来为大家公布排在第34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50212票，来自于 GNZ48 Team G 罗可嘉，恭喜。排在第33位的成员得票数是50861票，他是来自于 GNZ48 Team G 徐楚文。好了，公布完以上的名单以后呢，不知道符不符合大家心里的预期啊？接下来是本期速报的第17名至第32名的名单。哦，排在第32名的成员得票数是50896票，它是来自于 SNH48 Team H2。蒋舒婷，排在第31位的成员得票数是51613票，来自于 BEJ48 Team J 何阳青青。排在第30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51738票。他是来自于 BEJ48 Team B 段奕璇，排在第29名的成员得票数是52389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H2 袁一琪。排在第28名的成员得票数是53953票，来自于 Idols FT 杨雨欣。接下来公布排在第27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54236票，来自于 GNZ48 Team N3 洪静文。排在第26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54350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X 王小佳。接下来呢是排在第25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54876票，他是来自于 BJ48 Team J 百星鱼。接下来的这位成员非常特别啊，不属于任何的队伍，他是一名预备生，是预备生哦，闯到24名，大家猜猜看是谁？哎，都很了解。好，那现在就为大家公布排在第24名的成员，得票数是55807票，来自于 GNZ48 预备生石竹君。排在第23名的成员得票数是56449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X 杨冰仪。排在第22名的成员呢，同样也来自于 SNH48， 得票数是57091票，他是来自于 SNH48 Team N2 张希。接下来第21名的成员得票数是58867票，哦，他是来自于 GNZ48 Team Z 方琦。接下来是第20名，排在第20名的成员，这位成员经常来我们 Team S2 代役，
所以说就已经有他的粉丝在现场，是不是？您猜到了吗？排在第20名的成员得票数60222票，他是来自于 SH48 Team X 王瑞琪。第19名的成员得票数是60933票，同样也是来自于 SH48 Team X， 他的名字是李星宇，恭喜李星宇。排在第18名的成员得票数是61533票，他是来自 Idols FT 李慧。接下来公布排名第17名的成员，距离我们的 TOP 十六只有那么一步之遥的这位成员，他是谁呢？得票数63121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N2 卢天慧，恭喜卢天慧。哎呀，接下来拿在我手里的这份名单更加沉甸甸了。接下来的要公布的成员名单是速报的第1名至第16名的成员名单，也就是我们 TOP 十六的成员名单。首先排在第16名的成员，哦，他也是去年的 TOP 十六，这位成员唱跳俱佳，又很 A， 来自于 GNZ48 Team N3。他的得票数是63949票，他的名字是刘丽飞，恭喜刘丽飞。排在第15名的成员得票数是65990票，来自于 GNZ48 Team G。 我记得我们之前去广州巡演的时候，这个同学的短发，金色短发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这位同学的名字就叫做曾爱佳，恭喜曾爱佳，这一次速报排在第15位。接下来排名第14位的成员得票数是67589票，他是来自于 GNZ48， 哦，又是 GNZ48 Team Z 梁婉玲。排在第13名的成员得票数是70000，这个票数已经上70000了，71599票，他是来自于 SNH48 Team X 冉蔚。排名第12名的成员，这位成员也是一名预备生，去年呢也是在 TOP 十六的行列，他的得票数是73547票，来自于 GNZ48 预备生唐丽佳。接下来排在第11名的成员得票数是74177票，来自于 GNZ48 Team G 张琼宇。接下来排在第10位的成员很有意思啊，他的这个名次我都怀疑这个名次是不是他的幸运数字。接下来排在第10位的成员得票数74191票，来自于 GNZ48 Team G 陈科。排在第9名的成员得票数是74322票，他是来自于 SNH48 Team H2。 这位成员我们也是相处了很久的一名成员，他的名字是林思义，恭喜小四。哎呦，接下来这个成员也是我的老熟人，排在第8名的成员得票数是77255票，他呢是来自于 SNH48 Team H2， 想和每一位前辈都成为闺蜜的
费庆元。排在第七位的成员得票数78967票。这位成员是一位非常非常努力的成员，而且他的努力也会给他带来回报的，我相信。他是来自于 SH48 Team H2 张欣，排在第六位的成员得票数是88915票。这位成员真的是跟我很熟了，他是来自于 SH48 Team H2，也是我们 Seven Senses 的成员之一，恭喜许杨玉卓。排在第五名的成员，这位成员是一位 vocal， 得票数103244票，来自于 BEJ48 Team， 是谁？哎，来自于 BJ48 Team E 苏珊珊。接下来是第四名到第一名的成员了，哇哇，排在第四名的成员得票数是112221票，他是来自于 GNZ48 还是 BJ48 还是 SH48 呢？他是来自于 GNZ48 Team G 还是 Team N3 还是 Team Z 呢？他就是 GNZ48 Team N3 郑丹妮，恭喜郑丹妮。接下来就是御三家了，大家心里的御三家，我现在听听看大家心里的御三家都是谁，喊出他们名字。哦哇哦，我终于感受到不用参加这个总决选作为这个见证者有多么的快乐了。排在第三名的成员他的得票数是，哇，这个第三名跟第四名票数之间的差距有200000，我们应该没算错的话是有这么多，200多万吧。排在第三名的成员他得票数是337637票，哇哦，他是谁呢？他是来自于 SNH48 Team S2 还是 N2 还是 H2 还是 X 呢？他是来自 SNH48 Team速报是吧？啊，我到中报的时候再给大家表演。他就是来自于 SNH48 Team S2 孙瑞，恭喜孙瑞，恭喜孙瑞，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，加油啊！好，接下来排在第二位的成员，Well， 得票数407211票，他是来自于 SNH48 Team Team X 宋欣然，恭喜然然，恭喜然然子喜提第二。排在第一名的成员得票数是，他比第二名的得票数多了200000票，是我是我是我，
他的得票数是603907票。本次速报排名第一名的成员就是来自于 SNH48 Team N2 陆婷，恭喜陆婷。好了，我已经为大家公布完了前面的这些名次。此外呢，本届总决选的速报还将公布排名第49名至第58名的成员名单。排在第49名的成员得票数是38850票，来自于 Idols FT 雷雨潇。第50名的成员得票数就差一名啊，再接再厉好吗？第50名的成员得票数38026票，来自于 GNC48 Team Z 梁乔。排在第51名的成员得票数37485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N2 延庆。排在第52名的成员得票数是37148票，来自于 BEJ48 Team B 赵天阳。排在第53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36942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N2 张怡。第54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35868票，来自于 GNC48 Team G 梁娇。排在第55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32965票，来自于 GNC48 Team N3 吴雨霏。接下来排在第56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30088票，来自于 Team， 来自于 SNH48 Team H2 孙珍妮。排在第57名的成员得票数是30033票，他是来自于 GNZ48 Team Z 杨圆圆。排在第58名的成员得票数是29688票，来自于 BJ48 Team E 彭佳敏。他们遗憾的未能在速报进圈，期待能在后面的榜单中看到他们逆袭的身影。此外呢，本届总决选增设每周票数增长榜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来揭晓一下对比上周周报本周增长榜前7位的成员以及其增长票数。排在本周增长榜第7名的是来自于 SNH48 Team H2 林思义，增长票数66272票。增长榜第6名来自 GNZ48 Team G 张琼宇，增长票数为67202票。本周增长榜第5名的是来自于 GNZ48 预备生唐丽佳，增长票数为70740票。本周增长榜第4名的是来自于 GNZ48 Team N3 郑丹妮，增长票数为105571票。增长榜第3名的是来自于 SNH48 Team S2 孙瑞，增长票数为237863票。增长榜第2名的是来自于 SNH48 Team X 宋欣冉，增长票数为241680票。增长榜第1名的也是我们的速报的第1名，来自于 SNH48 Team N2 陆婷，增长票数为441300票。本周增长榜前7名的成员呢，将获得特定的宣传资源，让我们一起恭喜以上的成员。在此次速报 TOP48 中， SNH48 占据23席， BEJ48 占据7席， GNZ48 占据15席， Idols FT 占据3席。姐妹团各有收获，展示出 SNH48 Group 作为综合造星平台在偶像生态布局上取得的成绩，同时呢，也展示出成员们在各类优质机会的培育下所取得的长足进步。优化整合运营资源，激发成员发展可能性。本次总决选将首次启用末位移籍机制，是什么呢？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本届总决选最终排名结果，最后20名的成员当中，
已出道满一年以上的成员将移籍 IDOLS FT 女团，今后开展以网络互动为主的线上活动。同时截止至2020年8月9日17点，排名前148名的成员将获得出席8月15日 SH48 Group 第七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演唱会的资格。本年度总决选特别联合社交合作平台新浪微博、绿洲 APP 共同打造的线上打头应援通道，微博明星势力榜之 SH48 总决选微博排行榜以及绿洲人气榜。登录微博、绿洲 APP， 在相关活动页面为参选成员助力，就有机会为他赢得绿洲微博多重曝光资源。每周绿洲周榜还将获得星梦剧院周榜揭晓线下公演专属100秒个人秀福利时间。四团诚挚携手共赴花路征途，快来为你支持的和妹加油助力吧。以上就是我们创造炙热的青春 SH48 Group 第七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速报的排名成绩的全部公布。本届总决选终报将于8月2日晚场公演结束后进行发布。同时粉丝朋友们可以通过总决选专题页及官方微博留意周报，了解每周排名的变动情况。更多内容请留意我们 SH48 官方网站以及 SH48 官方微博。拼搏青春，共创炙热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